好吧，来吧。这谁呀、啊？这么猛？这兄弟怎么长得这么像宇航马桶人啊？那家伙还活着，小心！他又要施展迷雾了！大家又进入幻境了！我去，他是宇航大帝吧？这才是我们的宇航马桶。什么东西？这是？你们快看，是我们的泰坦音响人，好久没见他了。不对呀、啊，怎么感觉哪怪怪的？他要和宇航大帝握手。不对，这是幻境。宇航大帝小心呀！我怎么把这茬给忘了？泰坦音响人已经不在了，已经变成僵尸了。刚才那不是泰坦音响人，是这个，是电钻僵尸人。他怎么变得这么大？小心呀！你受伤了，宇航马桶。不行，我们得想办法先出去，去攻击里面。只要把迷雾打出一个缺口，我们就能出去了。哇哦，太好了，我们终于回到真实世界了，快干掉他！哇哦，你这核心激光炮也太猛了！什么情况？是僵尸博士！不要！天哪，宇航马桶人，宇航马桶人要变僵尸了，怎么办？快快，我要呼叫救援！快点，我们需要支援！奇怪，僵尸博士怎么知道我们的位置？宇航大帝要扛住啊！一会儿支援就到了。不可能，宇航大帝不会这么弱的。快点想办法！那家伙还活着，原来是他在捣鬼，瞄准锁链。哎呀 ，X18 核心掉了，电视人捡起来，把它拿给我。你要干什么？你回来。干得漂亮，兄弟们。他是个奸细，多亏你们了，兄弟们。你们是不是早都发现他有问题了？我就看着你怪怪的。那是，增援到了，羁绊回归了。看样子已经恢复元气了，来得正好 ，X18 归你了。再次目睹一下基曼与 X18 的合体吧！哇哦，机甲变身，太酷了！那么僵尸博士根本就不是基曼的对手。你在干什么？拿出来，这是什么东西？召回僵尸博士！不好，僵尸博士要跑！呀，来不及了！该死的，我才明白。原来之前搞的小动作都是你干的，你太可恶了，你这个叛徒，我要揍爆你的屏幕。等等，你还有用，泰坦人的坐标只有你最清楚，快点带我们去，你好好考虑考虑，要不然我们饶不了你。宇航马桶人，他说快点干掉他。不行啊，但是如果不干掉的话，他会变僵尸的。兄弟，一路走好啊，你是英雄。怎么样，考虑好了吗？不错，算你干了一次正事儿。